钱大约有300多两。达摩大师在山洞一坐就是9年，想不到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音呢。嗯，师弟啊，嗯，明天你带人把香油钱送往各地。是，那就快点吧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。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呐？这样不行啊！你们会背因果的。我会背钱包。去你的！啊！哎，师叔，受不起，受不起。走，走。啊啊！你这是师叔？走。住手！佛门圣地，施主不要动粗。所谓不看僧面，看佛面。看什么佛面呢？就是把佛祖请来，我也不给面子。哼哼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你们看看，啊。这帮平常拜佛的和尚今天都拜在我的脚下了啊！大哥，他们不是拜你呀。嗯，他是谁啊？他就是山洞里的布道翁。布道翁，哼，今天我让他马上倒下去。他妈的，你想夺魂？我饶了，大哥，你他妈的，我宰了你啊！啊，兄弟相残，自食其果。上啊！他妈的，你穷混蛋！Thank you.
真的需要，你就拿去吧。